这真的是有点难度。好，我们要带着这个尊敬的心再次回来挑战梦游了，不能像是地狱级那样子很轻松了哈。一开始这个难度就很高哦，这个回新珠要真的要多留一点，不然很难过。一万二，好，等一下哦，先用个东西。好，然后回个尽量每回合新珠都回，都全部消掉，这样好了。尽量，因为这个回血真的很少，4000多，你看这都回不回来，所以这对。这个回血量实在是有一点点紧绷，应该说超级紧绷啊！这不行，这样好了，拜托回来，新珠还够，还行，还在，8000、12000，这回血真的是很吃紧啊，尽量多消点了。好，极限转珠啊，转身望剑也行，有了，这个活下来了。哇，你看我削成这样，他才勉强活下来欸。好吧，剩下这最后一盒就没事了。OK， 第一关总算过了，感谢凯欧斯的30块斗内。对，这一次的梦魇级就是有妖精盾，比较麻烦在这里的话，我们没有炸板，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啊，其实等一下再开爆发就好，这边尽量把这个风化珠给削掉就行了。不过木珠倒是不用这么急着消，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你就把这个尽量消除就好了。除了木珠之外的，好，然后我们开个爆发。等一下，附加效果消除重置，对不对？所以这边不能开铁扇，但其他的可以开。那我开一下这个。加这个其实可以开这个啦，然后再开二消，这样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只是新珠有点哦，新珠可以叠，我这个来看看我的神叠珠，有吧？新珠叠起来就对了。哦，那佩服自己叠珠太厉害了吧？好，哎呦，他血量好多啊！这里的话好像不用太担心哎，因为我们铁扇也不要先开，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回血的部分。哦，对，回血打他才打20000多，所以还好。我们是打不死他的。OK， 啊，这边我们慢慢来。哎，可惜猪太扯了吧？哎，没有骷髅头，嘿，哎呀，嫩，哎呦，又卡心了。其实我该是不是应该开密尔啊？但算了。技能不开就先不开好了。有人抖内，我看一下。感谢抖内。等一下，抖内谁？感谢凯洛斯的真一块抖内。哦，我刚有看过了。可以。好，这个回血一下，5颗星应该没问题。好，这边尽力消一下，一定要回满会比较安全一点。有啦。你们不要问说没有什么可以换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过了，先过再说。而且我觉得这对太极限了。好，我看一下，我思考一下这边要开什么。这边应该开一个，我想开排珠，这样兼具，它有3亿的血量，说实话太蛮多的。其实也可以开这个吧。啊，算了，我们直接开妲己的双技能比较稳一点。这剧本我也是第一次打，所以我们还是求个稳好了。哎、欸，不，没有稳，对，不是什么东西。钻石那对没23可以换谁？我觉得很难欸，没23真的太难了，我想不到欸。你们有人有选项吗？你看那个伤害哦，易伤
OK， 第三关，好，他不能手削光，然后两秒转珠，两秒转珠最麻烦，不能手削光，两秒转珠，那我尽力来削。哎，其实还好，因为这队原本就有加秒数，哎呦，其实没这么难，差点削到光哎、欸，生死一瞬间，尽量打，哦，伤害好低哦，不过不削到光应该就没事了。我们能不，我们要遵守我们的那个底线，能不开技能尽量不要开，能不开的话啦，哦，四个角落转，好、哦、像是这个意思哦，那转蛮小的、啊、CD2 哎、欸，好短哦，不，好长哦，好长哦，他也太佛了吧，这一关，这一关其实不用开技能啊，慢慢打就行了，我们就慢慢慢慢打 ，OK， 好。嗯，工作好多哦。哎、欸，但是这个版面又可以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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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我们就，我们就，咦，哇，等等，这个，我想想，我想想，我就整盘锁定，其实应该。我开个这个好吗？好，又开这个了，好好好，然后这个再这样的，好，希望可以过啦，拜托，拜托你了，お願いします。有了，过了，有人抖内，咦、欸，好，你好，等一下，我看一下，感谢这天的三十块抖内，一直在那边洗板，啊，我们先过再说嘛，好不好？这我觉得也不是。一定可以过的那一种队伍啊！好，来到这一关了，然后重点是下一关。其实这边爆发可以全部开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这边就尽情的开爆发。然后它第二条血条其实是比较多血量的，哎，不过这里似乎是好，似乎是有点麻烦哦。哦，我就把这个全部开完好了，好不好？这里开，反正你要洗技能。哎、欸、呀，他骷髅头怎么变一半了？他骷髅头被迷雾遮住了。好，因为那个只有一 combo 啊，我很怕他没办法打伤害出来，所以我就保险性的全开了。今天好多奇怪的人，对啊，可能是寒假到了，项羽出了，项羽不是2月5号出吗？是我有误会，还是他提前先试出了？好啊，那这个就例行公事。好啊，记得你排珠不要碰到那个风化的地方啊，不然你就哭出来。然后这个二消，二消应该不用教吧？眼球二消，眼球二消就二消啊。好，哎、欸，按珠在这里。哎呦，可以，好，都全消了。这手消就超过八康嘞，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啊。咚咚咚！没牛怎么办？我妈，你去抽卡吧，我也没办法了。没铁扇跟牛魔王这队，基本上那个威力就少很多啦。不是说不能过，就是一定要有人研究出其他的配置。但我先求一个稳好吗？这队是比较不是求稳，求可爱的通关。好，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你们可以跟我讲吗？这暗珠是哪一个？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拜托你们，很尴尬了啊！好像红知道嘞，是新珠吗？其实慢慢消应该也知道哪一个是暗珠，好像是新珠的样子，是吗？是吗？是新珠吗？好像是新珠哎、欸，对，好哎、欸，太神啦，没毛病，没毛病。啊，我们这边就持续的洗技能就好了。即使我们消到那指定的 combo 数，也带不，那伤害也不太够，所以其实没差。一二三四五，没有消到那个指定的 combo 数就没毛病。
好吧，我觉得没有极光23的那个就真的就是很难过，我也可能也没有办法想到比较轻松的配置，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去笑那些没有极光23的人啊，他们可能那天刚好有事要忙啊，对不对？那只能说就比较可惜啦，你可能就可能之后我本有研究出来其他的打法再跟你讲，不过现在来讲我个人是当下是想不太到什么比较能够解高康的配置啦齁。好的，技能全跳了，那我们就不啰嗦了，我们就直接的带走他，如果可以的话。一二三，这边他笑到死了，哭啊，他要打我们了。好，没事没事，我们还活着还活着。好好，可以可以，一二三四嘛，对不对？我们再三检查。好，我们打这个关卡都要很小心，一路走到这边不简单了，不简单了，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小心。一二三四是这样吗？是 combo 好。红哥最近磕了什么？被他送啊，一直都是磕被他送，没别的。哦，小心小心再小心，其实我们好像在抓羊，应该也是可以过的。五 combo 是吧？一二三四五是这样吗？对，五 combo。吼吼，好，我们喝个贝纳松，过啦！哦，总算第六关，龙科重置克属防御。这边真的很 G 吧，我们可以开一个爆发双压，因为那个开这个好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过了。哦，我们没有带光属的、啊、不过我不带光属的比较好啊，那个后面比较好过、啊、看伤害，你看即使我们开了这么扯的一个爆发，他才这样的输出位、欸。他打下来了啊！嗯，不要不要，我手残，嗯，又打我，感觉凯欧斯的30块走呢，哦，不不，那回血量够哎，那大概只差100，我看你眼明手快，应该不要派我死掉吧，拜托，我们的黑科技还在，黑科技还在，嗯，啊，可没拿塞，我刚刚手转太烂了，这有吗？这回的回来，哎，有天降哎，舒服。可是这里，我想开眼球了，后面应该可以洗技能洗回来吗？我想开眼球哎，我要开眼球啊，不管了，这伤害打好好痒啊。早知道我们刚一开始是不是开眼球会好一点？应该或许吧，我不知道。但就是没有早知道，哼，这应该就可以过了吧。早上一开始就开这个极限爆发了，反正后面可以洗技能哈。今天黑科技几次才？这才第一次啊。嗯，不过如果我一开始开这个爆发，应该他就过了吧？他应该就被压在地上打了。嗯，你看吧，那伤害超恶的，如数强化。这里我想要开一个，我想想看。等一下会有那个叉形燃烧，那边比较麻烦一点。这边我想要开一个蜜蛾好了，好吧？蜜蛾好了，蜜蛾加上哎，他有没有？哎，等一下，这是卡水啊？没卡水，哎，刚好是无鼠的版面，那没问题，没毛病。那我们爆发全开，他的血量也很多，好像有8亿吧？我记得，所以就是先撸整版强化出来，然后爆发全开。哎呦，这个牌珠真的是，我的牌珠没有说很厉害，哎，这样好了，哦，还不错，就这样。哎，哦，对，新珠没办法消除，
应该可以过吧。哦哦，好险！他那伤害刚好哎、欸，哦，这边真的是要爆发全开，他那个太极限了。这里，啊、这我好像我想要直接消哎、欸、哎、欸，还是不用，我们洗个技能好了，啊、不用直接消，稍微洗一下，我再开个爆发，他应该就去了。他这对这关血量不多啊，敌方血量不多。我想开个牛魔王，牛魔王。牛魔王 Go 有吗？这锁定住就没有了。所以其实你刚才前面要做到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把光珠全消，锁定住全消就行了。嗯，所以哦，哎耶，打了817耶，好多、哦。好，第二关，把第几关？第八关，手消泉水。这里我们就不啰嗦了啦，就不跟他啰嗦了啦，哈。我们这边就是爆发先给他灌下去了。哎、欸，等一下哦，这个二消我觉得也可以开，先开一下，当个保险。其实我们遇到那个克数，应该是可以打得更痛。木珠记得是二消，就是那个哎呀、欸，不过那个光珠啊，那个水珠还是要先消掉。啊，那暗珠可以用叠的，但是算了。哦，这边就是爆发全开，他的血量也不低啊，有1亿，哎、欸，好低，感觉不用开那么多爆发哎、欸。哦，果然是亿伤，他才1亿。好，下一关这边真的要很小心哎、欸，要、哦、很小心，建议啦，建议啦，是这样消，这样消就好了，不要再多消了，不要再多消了，然后祈求不要有天降。祈求不要天降，对，然后再来一个啊，这个能够天有机会天降都给他隔开来。跟你啊，不，我是说，哎、欸，他这个不会那个，哎、欸，那可以啊，没事，对不起，我刚刚那个我是说那个麦当劳，你们麦当劳闭着嘴巴讲是那个发音，对对，是这样，没错，好，哇，那可以。哎、欸，等一下哦，这里我要开什么会好一点？他会把暗珠给转掉吗？也不会哈、哦。那我们开这好了。好，麦当劳，我刚才说麦当劳啦。什么？哎呦，大家太敏感了啦，过大过年的，对不对？没事没事。哎、欸，我是不是应该要开？其实我觉得这边直接转好像还蛮爽的，直接转应该会比较爽。啊，那我们再转好了。这应该可以过吧？不要开玩笑哦！不要开玩笑，给我过哦！不过我生气哦！哎，那光珠哭啊！哎，有天降木珠，帅气，好！啊哦哦哦哦！哇塞，哇塞，没有天降木珠是不是过不去啊？哇塞，这个有点极限呢、欸。这里要不要洗技能啊？我想想看，感觉不用啊，感觉可以的。感谢古河的三块斗内麦当劳，哎、欸，感谢洛斯的三块斗内，然后你母汤哦，母汤，好，可以可以可以，我这边先开关铁扇好了，至少可以打出一个不错的伤害的感觉。哎、欸，这天降有哎、欸，他死了，好，到王冠了。我没有想到可以到王冠欸，还不错啊。好，哎呦，哎呦，哎呦，这有点极限欸，我们尽力消啦，好不好？哎，我这个，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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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让我让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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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科直接开尔曼要死掉了。呀，这金项链真的是很酷欸。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这边有可能会吃一颗，但如果一颗能过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不要吃一颗好了。我不想要吃死啊，大哥！哎呦，很烦欸，这里能不能不吃死啊？我很难，我才回1000多欸，这怎么能够回得回来呢？不开技能的话，完全回不了啊，是吧？
这梁祝心这会回得回来，有鬼啊！好啦，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尽力打到这，但我觉得还是吃一颗好了，我们打到这，对不对？这真的没办法，吃一颗，吃一颗。吃一颗，我铁扇还有两回合哎、欸，洗一下铁扇，我尽力了啦，他这个这么回不回来啊？这技能真的很酷哎、欸。哦，差不多啊。哎、欸，我想想看，会把安卓给转掉吗？不会。我在想，我这边要开什么爆发会好一点？一个、两个。妖族盾，这个也用不到。我全部给他了哈。好，这应该没问题了。还是我们带那个龙科是可以直接回满血的，好像就没问题齁。欸对耶，欸对啊，不对，这对可以临时，只是我们龙科要选对，龙科要带那种回血满。那我标题可不可以打临时剧本？欸不要带这龙科哦，对哦，哭啊，在哭是不是？那先别领趴，你先领趴一下，冷静一下，大哥。欸这对真的有机会临时欸，欸就这差那颗龙科了，哭啊。好，我决定打临时剧本，我不想再打冲那一次了，但你们懂我意思。好啊，这绝对是临时剧本了，好，这没毛病了。欸对耶，所以妲己是可以临时的哦，是可以临时的好吗？但无奈我不想再重打，我想要试别队。啊，你们真的想看我重打啊、哦、啊，真的假的啊、不是啊，就一样的剧本。哎、欸，他不能消暗啊，其实没差。哎、欸、呀，重打了。看我按错了，是不是在哭啊？麦当劳。确定呢？算了，哎、欸、哎、欸，还有是不是？啊哦，还有那个撸出来的感觉。现在是求个20 combo， 不求别的。哎、欸，刚好20哎、欸，哎、欸，这要20好像也不简单哦。好了，够了。哎呀，你有开对，那没差了。我不想要再重打了啦，啊，就一样剧本哦，是要重打什么？临时剧本啦，